天我们去安迪的家哈，你的车没有洗啊？要洗的嘛。哎，怎么你没有带 seat belt？ 你没有考，我没有看文章，我这样讲要带 seat belt 的 man， 你来还带 seat belt 危险。不要还叹气，叹气不好的。看那种心理学啊，叹气叹气很快变忧郁症的。以后没必要再这样快你，怕你危险了嘛？突然间给他有车杀过来，你不知道你。你哪里有 concentrate？ 你乱乱驾车，你 signal 没 signal？ 哎，不可以！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你驾车，你驾车。哟 ，tissue 也不会放好来。不管怎样，你都要 follow 咯，这种是一个习惯来的，没听妈咪的 ，OK？ 喂，坐起来！哟妈，有看到有车吗？你要 signal 一点。Okay, okay, 你才不会驾车。快走！哎哎哎！没，你不好驾。你停下来，我再驾。停下来呀！我不要你驾。教你礼仪的东西，你要礼貌，要孝顺父母。我孝顺你吗？烦哦，烦啊！是一种习惯，你要培养那种淑女的形象。现在很多 case 嘞，又强奸。妈咪，不要水去啊！不要这样没有礼貌可以吗？你就是对妈咪，要到，心痛妈咪还要没等。